兄弟们，高光时刻，卧底硬刚六套，最后还爆金了。这把我和晚餐一样下款，进老鼠洞开了个关子机，奇了怪了，外圈的箱子基本都没开。一直到我绕第二圈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六套。你好。这个时候我们都发现了对方，本来以为难逃一死，毕竟我没甲，只能用改进硬刚六套，他用的卓越美控。哎，居然还爆金了，让我看看，两个六套，金色 AMR 和一把卓越美控，这是顶梁柱倒下嘞。现在过来主楼看看 ，boss 有个包，看看楼上，哎，卓越的猛男枪都不要吗？其实这还不是最头疼的，过来后发现怎么还有一把铁爪的猛男？兄弟们，这四把枪只能带两把，换你要怎么选？最后我放弃了两把猛男，决定捡点变卖物回去。再过来发现矿机没开，等待期间在旁边开了根金条，这把真是发大财了。更好运的是，不知道谁还丢了好多东西在这。收完都500万了，两把卓越带不走，六级套也带不走。撤离路上看看矿头有没有被开，没想到还在。现在撤离看看赚了多少，560万。